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昨晚的事是个误会。都说了，我已经离很忙，赶紧过来。这有什么人啊？世上好路都死光了吗？ 难道这家伙是出来要债的？你想干嘛？那天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啊！不亏待？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看来她还不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你要怎么补偿我的心灵？这是你的。你想怎么补偿？既然是父亲上诉的夫妇，不如。 替我赎身，会不会很贵？有个百八十万就差不多了。百八十万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你不是来签合同的吗？像富士这么大的公司，一个合同可不止上百万吧？别提了，我到现在连负责人都没签上。这就轻言放弃了，我们打个赌吧，说我预感你今天一定会赢。那我再去试试。加油！我还等着你替我赎身呢。